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他们一族原本以为，别人以为他们是英雄，但实际上是宝可梦拯救了这个地区，而不是人，所以他们想要报复，蛮合理的。对哦，
Hello， 请问 BGN 去哪里啦 ？BGN 呢？要我唱吗？BGN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这只能不能抓啊？70等欸，好可怕、啊。啊，丢大师球吗？大师球应该是要抓剑的那只吧，盾的不能抓。看他连 BGM 都不放哎、欸，好扯哦！我也在犹豫这只能不能直接打死、欸，先抓抓看好了。好，不能，那直接打死，谢谢。谢谢你哦 ，BGM。这个就是大家说的月球漫步吗？开刷，开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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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啊，刚刚一开始播这个不就好了？搞那么尴尬。眼神变认真了，是不是？包包。
长枪，强则宝可梦，被称为传说中的英雄，能吸收金属，将之转化为武器来战斗。嗯，哎呦，属性是妖精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让我看看这是不是我要的？认真负责，认真什么都不是、欸，什么都没加，太扯了吧？没事啦，我们先看一下他有什么技能嘛。哇，厉害！竟然让真正的王者都服了你呢！哎呀，那还用说啊！真是一场高尚的战斗。吾等满脑子只想证明谁才是真正的王，实在是无颜见人呐、啊！哎，说的没错。这世界上终于有几个正常人了。睁眼说瞎话，不独挡吗？不是、啊，我看个技能呢、啊。聂宝拿到镊子的稀有卡片了，太棒了！有你妹的吗？哎，不会吧？该不会两只都能抓吧？是吗？